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净行品》第十页，寄送第六大段。第六大段，寄送第十二首，看起，第十二首。若见显道，当愿众生住正法界，立诸罪难。这一首偈里面所说的这个道路啊，确实有险道啊。我们讲啊，道路当中啊有危险。那么古德呢，在此地告诉我们，一般讲呢有两种。清凉大师注解里头说，险道有二，一多贼鬼毒兽啊，这是一类。第二类呢，下金阻绝啊。这是在道路上，路上啊，有土匪，有强盗，啊，或者有毒蛇，有猛兽，啊，这个贼就是盗贼呀，啊，或者呢，这个路上啊，所以是。有这个鬼怪一类的啊，像这些事情啊，现在道路上还是有，不过比从前呢比较少啊，尤其现在的我们坐的车比从前安全太多了啊。基本上对毒蛇猛兽啊，在道路上的时候行车是可以预防的啊。如果遇到盗贼啊，还是很麻烦啊。那这就是说是我们一般讲啊，治安的状况啊，社会治安状况。鬼魅这桩事情是真有啊，我想我们同学当中啊，可能有很多也遇到。特别是山路啊，小路迂回曲折的道路常常呢有车祸发生啊，车祸发生呢一定是有人死亡的啊。那我们一般说的这是车祸找替身的，真有这个事情啊啊，即使在外国也不能避免啊。中国人知道，早年
我住在台湾，台湾呢，凡是常常出车祸的地方，往往他做一个碑，有石头的，也有木头的，啊，写佛菩萨名号，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地藏王菩萨，你常常看到啊，看到立的这个牌位在这个地方啊，就知道这个地方啊常常出车祸。还有一些司机告诉我，啊，这是真正的实话，不是造谣言的，啊，这个司机我们都很熟的，啊，特别是在晚上，啊，晚上车走这条路啊，就常常看到路当中有人在招手。啊，看到有人在招手，你这个车一让呢，因为它路很窄，啊，下面呢就是很深的坑，很容易啊出事情。有经验的司机知道那不是人，直接从他身上撞过去就没事。没有经验的时候，你就会让他，这一让啊，车就。掉到山洼里去了，啊，所以那不是人呐，啊，那是来找替身的鬼呀，啊，这些有经验的司机告诉我，说真的不是假的，亲眼看见，啊，而且同车同坐在车上人，大家一起看见，不是只有司机一个人。很多年前，啊，这个我在台湾遇到过这些事情，啊，所以这显道，显道就要特别小心，因为在从前是走路啊，啊，不是坐车，啊，现在这个车的时候真的是有保护的作用啊，啊，在从前你顶多是乘轿，骑马。行路，啊，所以这些，这个危险的道路啊比较多。那另外一种呢，狭径，这个径是很窄的路，啊，狭是峡谷，啊，两边是大山，啊，这个山非常陡峭，啊，所以形成山谷。里面真是叫羊肠小道啊，啊，很不好走啊，啊，有的时候啊，这个道路塌方了，啊，那么这个路就断了，啊，可能断几公尺，可能呢断几十公尺，啊，很不好走。会遇到这些状况，啊，那么常常喜欢旅行的人会遇到，啊，尤其是这个名山大川，啊，虽然现在呢道路是开发的比从前进步太多了，啊，甚至于很多地方啊有缆车，啊，中国国内叫速道，啊，那确实那就安全多了，哎，但是真正要游览呢，还是要步行，啊，这样。难胜的，坐在车上看不到什么东西，速度太快了，啊，所以真正玩的时候游山玩水
一定要步行。步行呢，那像经上所讲的这个可能会遇到啊，总得要小心谨慎啊。去年啊，我有一个机会跟几位道友们去黄山游览啊，我们现在这个背景就是黄山啊，好像这张照片还是我照的啊，但是我们从乘车到山下，然后就是上缆车啊，坐缆车到山顶，这节省很多时间啊，我们玩的时间很短，在上面吃一餐午饭啊，下午就回来了啊，所以这个地方真正要去玩呢，至少要两个星期啊，在山上住两个星期，每一天步行，你才能看到这个山里面景色的变化。我们是很有意思去游览的，但是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啊，确实值得一看啊。黄山在中国是第一座名山啊，很值得去看看，四季风景不相同。山下是皖南的啊徽商的故居，遗留着有啊这个皖南的徽文化啊，也很值得一看啊。这非常可惜呢，就是这些文化村啊，古老的村庄啊，年久失修啊，我们去看了的时候很难过，听说有十几个这样的300年的村庄啊，旧村庄还保留的十几个村庄，我只去看两个。经里面是给我们讲表法的啊，这个两种贤道啊，在表法里面讲呢，第一个啊，初祸业最苦啊，凡夫之贤道也啊。这个后面第二个呢，就是下经主角是表啊，自调之己，二臣之贤道也，皆难处也啊，皆为难处。我们先说凡夫的贤道，第一类的啊，惑业最苦，或是迷惑，迷惑造业最苦是受报啊，最苦是讲什么？六道轮回，特别是讲的三恶道啊，啊，大乘佛法里都常讲啊。特别是先前这个社会啊，可以说步步都是陷阱
啊，步步都是火坑啊。内有烦恼，贪嗔痴慢的烦恼；外有五欲六尘的诱惑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诱惑，烦恼无始劫以来。急得很重啊，外面的诱惑比从前不知道要增加了多少倍啊，决定不止十倍百倍。那我们香港这边的同学们，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1977年，30年前，30年前香港社会的诱惑，在当时，所以一般大都市里面来讲的时候呢，诱惑力量是非常的强大。30年之后，今天的香港，诸位想想，比以前增长多少倍？这个环境能修行吗？解放战争那个时候，虚云老和尚到香港来过，香港的同修们很难得，给他建了一个小道场。经时我去参观过，环境很幽静。当时香港同修希望徐老和尚常住香港弘法，老和尚看看香港的环境，告诉大家这个地方不能修行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诱惑太严重了，哪一个修行人在这个地方能够不动心？所以最后听说他住了一个月还是回到中国去了。有道理啊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这个地方修行能够不受染污，给诸位说那是真功夫啊，真放下了，真的觉悟了，明白了。功夫不到，住在这个环境里你就很难成就。那么这个环境对修行人来讲凡夫啊，没有成就的，这是仙道啊。经不起诱惑你迷惑啊，迷惑一定是起贪嗔痴啊，或是吃啊，
决定动贪嗔疑慢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天天生烦恼啊，不是生智慧啊。啊，天天呢往下滑了，你不是往上提升呢，你是往下堕落啊。啊，所以古来大德道场都是建在山林里面，啊，香港不是没有道场啊，有啊，啊，大屿山就有好几个道场啊，在从前公路没有开，要走路进去啊，那个路很长啊，啊，也是小道啊，啊，为什么？啊，不能叫你太方便了，啊，现在大屿山公路开。我在30年前去的时候，车可以上去，但是路很窄，真正是险道。啊，香港驾车驾得很好的人，到大屿山不敢开车，路太窄了，太险了，啊，山太高了。道路都是迂回的，很不好走啊！啊，所以很有经验的司机，他们山上的，啊，经常走这条路的，他熟悉，啊，这叫小心驾驶。啊，1977年。圣依法师邀请我去访问他的宝林寺，我们坐车到宝林寺，宝林寺到宝林寺车就不通了，小路，羊肠小路，要走半个小时。车不能走，好啊！我那时候对神医法师很佩服啊，哎，不要修路。一般游客听说要走半个小时路，他就不愿意走，游客就少了，你才能得清净啊！啊，这当年那个地方参禅，他禅堂。还有40多个人每一天在禅堂坐香，啊，难得有这么一个好道场啊，我们看了非常欢喜啊。所以从前道场都是建立在深山，往往从山下走路走到这个寺庙啊，要走3天的，啊，当中有些小茅棚可以给你休息，等于是一个站一个站的。所以，出家人远离不但是都市，连村庄都远离，佛家称为阿难若，
阿难若是梵语啊，翻成中国意思是极静处啊，这个地方清净。标准呢，听不到牛叫的声音啊，农村里面牛叫的声音很大，这个地方听不到。换一句话说，居离农村呢，至少是三里路以上，牛叫听不见。这是为什么？用现在的术语讲，环保嘛，啊，环境保护，啊，保护修道人的清净心呢、啊，保护修道人不受染污啊！啊，这些修道人是凡夫啊！啊，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，啊，古时候这些道场，现在都建造公路，车都可以开到庙门里面。啊，开到大殿的前面，很方便的、啊，游客络绎不绝啊，所以现在都变成什么叫观光旅游胜地？注意要记住，可不是修行清净道场。那么千百年的道场，谁不想去看看呢？那么这是中国文化古迹啊，特别是国外来观光的人都想去看看啊，这个也无可厚非呀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回到中国，好像是1980年的时候，啊，在北京拜访赵朴老，啊，我们是同乡，啊，所以非常亲切，啊，第一次见面。我们就聊天呢，谈了4个小时，啊，来请我吃饭，啊，当时我就给他老人家说，啊，这些道场，干脆就开放给观光旅游，啊，在观光旅游里面，要注重机会教育啊，接待的人员把佛法介绍给观光客啊，导游也要把他集中训练，给他讲解一些佛教的常识，让他也能够接受。真正修行啊，现在交通方便了，不像从前了，另外寻地方建修行的道场啊，修行道场就不要再建现在这种宫殿式的房屋了，不需要了啊，这是古时候的建筑啊，现在道场应该建现在学校的形式啊，我们那个时候我住在美国，像美国的大学城啊，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。佛教10个宗，只需要建10个道场就够了，就是10个大学城那样的啊。道场分为2个部门。
一个是解门，一个行门。啊，解门呢，用学院。啊，叫禅宗，禅学院。啊，这个行门。可以用学会啊，禅学会啊，我们净土宗呢，净宗学会，这里面是修行道场。净宗学院，那是净土宗教学的道场。十个宗派，每一个宗派的时候，都分这两个部门，解行两门。啊，像华严，啊，华严学会，啊，我们一看学会，这是修行道场；华严学院，哦，这是教学的道场；啊，天台学院，天台学会，赵普老听到非常欢喜啊！哎，他这个主意不错，但是。真正这样做的，我们把佛教兴旺起来，啊，所有从前这个几百年以上的这些道场是通通开放给观光旅游，啊，一定要建新的，新的就是完全是学校的形式，啊，戒行两门，啊，出家在家四众都可以收留，啊，选择好地方。慢慢就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城了，啊，由文化村到文化镇，到最后一定形成像大学城一样。啊，我把我这种想法的时候告诉他，很欢喜。啊，非常可惜，破拉的时候年岁太大了，真正是心有余。而力不足啊！我们现在希望将来还是要从这个路子啊，尤其现在社会开放，全世界说是地球村啊，人与人之间往来密切了。那么要想真正化解冲突啊，促进安定和平，人与人的交往是最重要的一环啊，人与人的交往啊，人与人的往来啊。那么像这个宗教里头，中国的佛教有这个十大道场啊，来参来这个观摩。学习佛教的文化，有地方给人看了，有东西给人学习啊，啊，这个就对了。所以在目前我们的处境呢，真的是险道。这个贤道的意思，道场呢，不是教我们减少贪嗔痴，增长戒定慧。诸位同学，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有这么一个道场？它真的帮助你熄灭贪嗔痴，增长戒定慧。这就是真正道场。
啊，真的是有修有学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行门的道场，道场还有一桩事情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一定是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啊，这才能成功啊。住在道场，心是定的啊，心浮气躁啊，佛菩萨都帮不上忙，心一定要定，要清净啊。古人讲啊，身安则道隆啊，你居住的环境要安静啊，简陋没有关系，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啊，茅屋都很好啊，真的搭个小茅棚啊都很好啊，啊，贞洁，便于清修，啊，言教，当然有大规模的这种学校，好啊，但是在中国没有。我在前年访问埃及啊，参观一个回教的大学，这个回教大学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啊，在世界上很有地位啊，有声望。我看了之后很感动啊，啊，我们佛教就没有一个佛教大学，就没有一个佛学院，有上千年的历史，没有啊，这很遗憾的一桩事情啊。那么从前佛教的教学修行都在寺院，啊，寺院实在讲呢，就是学校。啊，首座和尚负责教学，啊，讲经说法，培养弘法人才，他的事情。各个堂口的堂主临终修行啊，禅堂、念佛堂啊，也很有规模啊。但是跟人家学校比呢，那学校就是制度好啊，别人的长处啊还是很多，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不少。啊，那么在今天在现前这个环境，我们要怎样懂得在贤道里面能够避免灾难的啊，那你一定要懂得克制自己我们讲习就常说自私自利的念头
明文利养，无欲六尘，贪嗔痴慢。时时刻刻检点反省，要把它放下了。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念念不违背佛陀的教诲，行行不离开古圣先贤给我们留下的规矩，啊，我们从哪里学起呢？啊，要从《弟子规》学起。你能把《弟子规》113桩事情做到了，你在这一条贤道里面呢，就有了防身的工具了，然后再进一步落实是善业道。这个路上的盗贼、鬼魅、毒蛇猛兽都不敢侵犯你了。你可以履行如仪。安全的通过险道，那你没有这两套防身的本领，你在险道上很可能你进去就出不来了，你就会遇害呀！这个进去出不来，就是你堕三途了。谁肯认真学习弟子规，认真学习是善业？有什么人呢？善根深厚，有善根的人，有福德的人，我们一般讲啊，有福有慧，有慧就是有善根了，有福德了，他肯修，他肯认真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不能认真学习，不能够落实，什么原因呢？善根福德太薄了，也就是说经不起外面的诱惑，善根福德薄，所以师尊在小乘经里面教导我们，学到首先要具备的条件，就是求名师受戒，这第一个条件呢，名不是名气大的，光明的名，名师，
啊，这个老师有修有证啊，你跟他就不会错了。啊，话是这么说，有修有证的这个老师啊，恐怕在现在这个时代啊，很难找到啊。这过去李老师常常敲打我们，那找不到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要找一个什么有解有行的老师啊，心结相应。虽然他没有证，但是他真正肯学，好学啊，他懂得，而且也认真在做啊。这样的老师在现在也很难得啊，有不是没有，当然不多。实在找不到呢，李老师就告诉我们，还有办法。找古人呢，啊，就他老人家常常劝我，要以印光大师为老师，向他老人家学习。啊，印光大师不在，文超在啊。啊，大师指导我们的纲领在呀，抓住纲领，从文超里面去学习，真的，那就是印光大师最好的学生了。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？啊，你愿不愿意拜他为师？愿不愿意跟他学习呢？他老人家一生自行化他的总纲领四句话：顿伦尽分，贤邪存诚，幸愿驰名，求生净土。真的很像大势至菩萨的心智啊，所以有人讲他是大势至菩萨的再来的，我相信啊。你看他老人家的存心，看他老人家一生的这个心愿，跟大势至菩萨非常接近。啊，这我们要懂得。啊，顿伦尽分要怎么做？给诸位说，就是《弟子规》。贤邪存诚呢，就是十善业。你有这个基础，然后才幸愿驰名啊，这就是经中的三字粮啊，幸愿行啊，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啊。啊，所以念佛的同学要晓得，如果前面两句没有啊，你光是有后面幸愿驰名啊，念佛求生靠不住，不一定能往生。前面两句是基础，有这个基础，你发愿求生净土才能成就啊。基础的教育比什么都重要。
希望同学们在这一生当中真正想成就的，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基础教育啊，圣人给我们的。那么这是讲的凡夫啊，凡夫想成就不是不能成就，这是这个善导大师讲得很好啊，啊，能不能成就？成就的高下了，说总在于语言不同。啊，如果有一个好的道场，决定不能轻易舍弃啊。舍弃的时候，你到哪里去学？啊，什么叫如法的道场？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这个就入法。啊，我是早年年轻的时候，二十几岁，啊，接触到佛法之后，啊，亲近李老师，在李老师麾下十年。我认识李老师31岁，啊，这是一个如法道场，啊，教，虽然李老师讲的经论呢很多，但是步步经论呢都皆归净土，这个难得了啊！到最后啊，都皆归在净土上，让你知道了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啊！我跟同学们说过，许许多多的法师大德居士经过台中啊，一定会到台中莲社慈光图书馆呢来看看啊，老师一定接待他们啊，我看到老师准备礼物啊，准备请他们吃饭啊，素斋啊，也都是自己做的，从来不请人家讲开示啊，不请人家来讲经。我出去的时候看到这个情形，看到好几次，心里很纳闷呐、啊。哎，这些大德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听听啊？以后老师看出我们的这个念头。啊，我们心思被他看出来了，啊，他就特别叫到我去，来告诉我，他说不是不请的，啊，同时念佛人，每一个人思想观念不一样啊，啊，请他来讲，啊，他要说。他那个法门好，我们这个法门不如他，那就是念佛了，他的方法好，我们不如他，我们这么多同修跟老师已经跟了十几年了，那听了这个话之后心里动摇了，那这怎么办啊？要用多少时间多少精力才把大家恢复到原状？这才明了，想到古人所讲的临动千江水不动到人心的，我明白这个道理了。啊，那真正行家啊，内行人不多啊，内行人那你就一定要请他
为什么呢？对我们道场决定有好处。啊，内行人讲什么呢？他决定不讲他的，他讲我们的。啊，一定是赞叹道场，赞叹法门，赞叹老师，赞叹同学。啊，让同学对我们的道场有信心，对这个法门有信心，对老师有信心，这就对了。这是什么？内行人，他到这个地方来呀，是帮助你弘法利生的，啊，兼顾你的这个信徒学生们的信心。的内行人，内行人真不多。啊，外行人总是赞叹自己的一门，啊，或者虽然不回报，总是提高我这门好，啊，其他的都还比不上，啊，都还要差一些，让大家听的时候心里起疑惑，啊，这个就错了，啊，这些道理，啊，要不是李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么清楚。我们不知道，没想到啊！啊，这多听听不都好吗？才晓得这真有毛病。啊，有人听了真的，他就转变念头了，啊，就走上歧途了，走上岔路了。啊，真的叫醒道啊！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